然落到零胜两败，落后给统一狮队。黄山军是能够上垒，但却望穿秋水，嗷嗷待哺，苦候不到后续火力的支援，被统一狮队的投手严密封锁。黄山军回不到本垒温暖的老家。今晚在陈新如棒球场第三站，兄弟象的先发投手卡马曹曹景辉能否力挽黄蓝扳回一城？大战即将引爆。今晚比赛开始喽！比赛开始，主上半统一狮队的进攻，开路前锋是杨宗贤。这个球打到的时候，在右外野方向的高飞球，远度是够了，高飞牺牲打，高飞牺牲打的距离是够了。149公里快速球，白短棒，这个球跌下去了。投手接球接获捕手的指示，传音雷，哎呀，球又掉出来了，又被撞出来了，没有抓到出局数，现在要闯本垒，这边传球也慢了，回来得分了吗？好的，判定出局，许胜杰没有滑垒走回来啊，没有踩到本垒板，没踩到本垒板。因为他踩到我脚的时候，我第一个确定是他踩到我，他没踩到我。然后第二个就找裁判看裁判，裁判没有动作，那我就确定是他没有踩。兄弟相对两出局攻占满垒了。马球轮到的是第五棒的陈冠任，这个球出手了，结果是三垒方向软落，滚地球，三垒手接到球，结果传一垒。想说时势造英雄啊，机会来了，把握住就好了。跑到一垒垒，把我抓回到这里，我已经烧瞎了。他就在那边一直狂吼，你们烧瞎了。他打出去之后，我一直想说。我可能会上来打球，因为我手根本连棒拿棒都有点，所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白短棒啊，黄正伟啊，边界外手非常痛啊，点下去这个球，好手接到之后接获捕手的指示传一垒，黄正伟忍着手痛还是完成了成功的牺牲出击啊。大哥今天挺出来，跳出来当我们的英雄。相对的，明天我们还是要赢，一场一场来。大家都英雄，只有我。对，我虽然我只是做好我该做的工作，然后最后一击刚好是我这样子。那我也觉得有给球队一个好的贡献。对，那英雄前面有恰恰的艾尔安打也是英雄，黄正伟的短打也是英雄。那最好的安打都是英雄，我觉得每一个上垒、每一个得分的所有选手都是英雄。对，那只是说今天因为我是受伤，又比较激动一点，因为我更多也没有回到球场。那回来了，终于有一个好的表现。对，那谢谢球迷的支持，谢谢球团，谢谢总教练，谢谢所有的选手。希望这个气势能连赢四场。刘翔，加油！后面上垒一定是我们的，不要放弃，气势有点在我们这边。我相信这个气势会一直延续下到延续下去，到拿到最后的胜利。所有兄弟队的选手，加油！